聪明啊，兄弟。无所畏惧。我走。我去，好恶心啊！这盖伦，两个兵我吐了。战锤时间，是时候进行抵抗了。生气了。哼，这普拉，这塔拉好难补啊！这怎么这么难补呢？照亮前进的路。这是进步的力量。盖伦这个这卡线卡得好啊，真的卡得好，这哥们。魔外朋友，魔外朋友，嗯，对呀、啊，他来看我了。一步错，步步皆错。没有没有，我跟他在打着电话。你偷钱就摸他一下，死版本死劲的偷他。使劲的偷起来。这块饼干压压惊是吗？让他帮我看弹幕，还行吧，是吧？我们的未来很光明。赵鑫在上路，救他一下。他是一刀，五刀挺稳的，是我刀漏的太多了。变异的打完了，变异了，我现在都打网通了，开始。一级不怕他干呀，一级你就注意好你的站位就好了，不怕被盖伦干的一级。你要是还是很怕的话，就一级学个，一级学个力，一级学个力随便拉。这版本偷钱打这些混线的很舒服，就打这种你对线杀不了的英雄，他也杀不了你的英雄。那就来偷钱，巨舒服。没有啊，这版本先攻，啊、加强了伤害的。先攻就打这种混子。我假装要闪，骗他闪现。正在充电，盖伦炸了！打飞上梯我也这样带，打这些不好杀的英雄你都带出钱。猜一下我偷了多少？我猜得准的兄弟，我说是偷了150，145，还是我基本上我猜的都是对的。太准了，我玩太多先攻了，145，都走上去吧。是时候。那行，这盖伦交闪了，盖伦交闪就是，我偷了145了。打这种你对线单杀不了的，就带偷钱，贼舒服。打着打着你就偷到10分钟，你就等于说杀他一次了。有个兵过来。把他卡了，
行，今天还行。哥们，我看他要不要断线，断线我就搞定。不过现在应该不干，他走出来了，偷着偷着我的装备就领先他，过了100那个包，安那里，他。 打那一斧六我就直接推线，他不打的话我就控制。小偷一波，我去把我闪现偷出来了，这么恶心吗？打压力大的，大家整不整相位？ 我去上嘴脸了，我打他一套，他生气了。不行，这个兵我不能出去。放眼未来，这为什么这个拍会拍到我的右边去？我明明拍的是后面啊！哎，他死了。 我追完谢刚好我回家。哇，他那个波灵光披风追上来真的是好强啊！一个点燃挂个灵光披风追上来，这个有点赖，还加个护甲鞋，跑不过他。我这个衣不能随便交了。 我怕皎月来，不然我动手。皎月不知道在不在。皎月刚打完曹冲，我也不敢打。就当他皎月在这波线，真的就当他在。这波线这盖伦不走，看到了没？就感觉有点名牌了。时刻准备的。可以，可以，那。 降火了是什么意思？还行吧，最近你们才最帅了。这波这波是盖伦不走，那肯定是谁在？那肯定是皎月在。那我这波就感觉皎月在的情况下，我觉得我能杀掉这盖伦。然后皎月来的话，我至少能确保我能换一个。然后我这波我就直接上了，就是我确保这波我可以换一个，就算皎月来我能换一个。 装备所不带，我偷了280，9分钟280可以了。打盖伦真的，你们就带先攻，巨舒服。无所畏惧。你们才最帅了，你们才最帅了。我金石出来了，下打他会好打一点。他这个 W 没，然后他敲上去。椰子我都直接办，我都直接办掉。 我跟他打，给他打上去。他把我这炮躲了，不然我这波越了。他扭了一下，扭了我这炮，这个时候可能会再上路小红点。他把 W 交了，看到没？哇，有闪现没办法，我的伤害是打满了，但是他闪现了。 他不及时这种，他不死，他也很难受。打分他一下回家，下路能撑住吗？这把？哎，我死了。我这波已经死了。我们的未来很光明。 他敢闪现，他敢闪现搞我，直接回头星石杀他。他闪现好了呀，他很早就交过闪现。还行，这波能刷星石，让我死。我的队友能不能站起来呀，兄弟们？不是。
队友好像顶不住了，照信爷上把很稀啊，这信爷是小带，他们捅起来啊！哎，是信爷捅起来了。这波我上路还能再拆一波，半把也是这信爷站出来了，可以的，信爷再吸我一把，这波人多躲一下他的彗星。这波盖伦没闪呢，先拆这个塔，也12分钟了，也准备开 Q 掉了。这波尽量先，感觉也能打嘛，信爷要倒的这波。我觉得信爷没倒，这个塔我待会再拆，折磨一下这盖伦。这波来这里，来这里蹲着，能偷他一套的，因为他这波退出来这个线索。我觉得信爷又从后面捅出来了。哎，我这波能刷三个星，我这波打他，我只能刷三个星石的盾，如果拿不起的话。打十分带真不准，先锋范围被破了。小月在这里，小月在这里。现在这个桥在上半野区，那个小月。我来看一下吧。看到没？看到没？我说的没错吧？我说的真的是一点都没错，这就是主播的意思吗？在上半野区了，这不？那我们中单死。那我们帮他冲啊，打挺好的。好出心，我出心他，你看到没？可以能干，这波赵信续波冲了十个线吧。其实我这波可以踢下路，但是算了，他留不住我，没闪现。这盖伦可能还要清一波线，他清不线的话，我在这走出去，没用 Q。晚上好，兄弟，晚上好。没打到他，这第一个炮，哎，他们这波炸了，他们这波炸了，赵信直接捅就行了。日女没过来吗？日女，我再轰他一炮。日女冲啊，日女！这辅助应该是补位的，玩的很迟钝，就他不知道哪波在打，哪波没在打，玩的真的好迟钝，这辅助没有一点嗅觉。他这波包过来的话就有一时间。阿铁拿六级你就怂着，六级之后你就怂着，让他拉到你就没了。给大哥偷钱吧，再慢慢偷一点。来来来来，兄弟这波，偷爽了，已经偷爽了。以前这波仙宫能偷一百多，但是这个版本的仙宫他偷的钱削了。看一波下路。这把能赢全靠我们的上野西，如果这把能赢的话，但是信爷上野联动，我呀，信爷凶起来了，感觉拿下了大概率。小月在上路那波被我1v2，感觉这把游戏就应该有了。信爷先走一下，信爷，哇，信爷没撑住啊，中单在看嘛，中单这波。那我以后尽量少切一点，对不对？切平是习惯的，这东西很难改，尽量控制一下吧，尽量控制一下，少切一点。无所畏惧，没办法，这东西。这波现在
先攻是前面封的厉害，他妈的！他刚人没敢出来，来晕他！ Let's go, let's go！ 我死了，感觉！我去，天选这波！ 哇，这把游戏生存天选，狠狠的爽，信爷，小龙这边控掉，拿点就出了星石之后，多躲一下他的意义就好了。来来来，兄弟们。 我直接挑去了，不是，好像你个地中地呀、啊，好像，开杀了，开杀了，这不纯天选吗？ 这把上野吸麻了，跟这个信爷吸了这三只窝囊，真的，我们上野真的存在尽力了。我想出破盾，出破盾，最后一家大穿吧，我出错了，其实应该出大穿。变形完毕。 时刻准备。现在我出新石我都不出眼泪，这波感觉大势不对，真的。信爷捅起来，信爷，对不起，信爷。来多一个人的话，我就上了，但是这波。 我不敢，我一千块钱不能再卖了，我不能卖了。啊，这不纯小黑子吗？本道深处，自然黑是吧？ 唐僧，我有的中单这波大两个了，可以。等我这波包过来，这波 TP 能不能直接杀比赛啊？啊，算了，他们都杀了，那就开大龙吧。小月再打这个，小月再打这个。他打完了，开龙吧。先往上好兄弟。 开龙吗？让中单带过去了。OK， 他这波是小月去抓这个中单，这中单死，他的牺牲是值得的。这波意味着我们这波不用担心着被抢龙了。所以我说他这波牺牲是纯纯的值得的。 对，打要走的话就扔不走了。我们的未来很光明。下轮要手要推上路。 他要用 Q， 用 Q 我就死了。我是他，我就把他打开了。他这不走的没意义啊。
哎，不过，等一下，我先打一下，先不互动，先打一下。干嘛呀？我去，你能不能捅起来？别倒了。我要神装了，不能再给机会了。没蓝的路线，没蓝的路线。为什么不包过来杀这两个啊？他为什么不发过来杀下路这两个？他甚至打前场的，应该我感觉他应该发过来杀下路这两个了。冰刀太麻烦了，我就不爱出冰刀。只是我们现在有点断节奏了。等我团一波，应该不会被翻，但是我感觉对面还是有机会的。我们这边是下中太搞，我们打的休息认真了。怎么跟他比赛？跟他没赛没打，跟他比赛呗。小月他出来被我粉碎了，一秒钟粉碎，让他知道什么叫伤害啊，什么叫二分钟神装的结束的伤害，这就是监工。还行，有没有需要那个主播直播档号的兄弟可以加一下那个主播右下角的微信啊，加18分一把。